最有意思的游戏推荐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手游么么哒，我是小波，好久不见了呢。那么最近呢，我就是超级迷上了一款游戏，名字叫什么呢？我先来卖个关子，说三个重要的点给大家。第一点呢就是这个，第二点呢是这个，第三点呢是这个。怎么样？有没有猜到呢？没错，它就是集策略与激情于一身的《天天德州》。怎么样，是不是有点小心动了呢？那么近期呢，天天德州还进行了一次重大更新，所以呢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现在呢就让我带大家一起来体验一下最新版本的天天德州。天天德州是腾讯推出的一款以德州扑克为主题的卡牌游戏，因其上手简单，策略性强，一直都受到广大玩家的喜爱。那么这次大版本更新所带来的新内容呢，自然而然成了小波关注的焦点。首先来说一下游戏新加的极速玩法模式，听名字呢就知道该模式下玩的就是速度啦。进入房间之后呢，玩家将会立即开始游戏，省掉等待的时间，是不是超级赞呢？规则方面呢并没有做出很大改变，只不过当玩家点击快速弃牌时，系统会立即弃掉当前的手牌离开牌桌，并加入同一级别的新牌桌。如此持续性的操作，不知道你跟得上这么爽快的节奏吗？反正小波我呢是玩得非常尽兴了，要我说这模式够我玩一年的呢。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奥马哈玩法了，该玩法呢可以说是本次更新的重头戏，玩家们在游戏场中的德州大亨里就能够找到。该模式衍生自德州扑克，不过不同的是，玩家起手会有四张手牌，公牌呢依旧是由311形式发出，玩家必须且只能使用手中的两张底牌与桌面上的三张公共牌组成最大牌型来赢得比赛，所以呢四张手牌里选两张也就成为了该模式下最大的亮点。所以嘛，还是要好好研究一下战术的。小布在这里呢就不多透露啦，毕竟呢自己研究出来还是最有成就感的。怎么样，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想和小朋友们切磋一下了呢？那赶快去下载试玩吧。那么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扫描我们的二维码，记得下载天天德州哟。本期么么哒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